只有看到 Rabbit， 但没有看到他到底在等级多少。嗯嗯嗯嗯。好啦，看一下，好，二十等，二十，他叫邦尼，我还要十等，可以了。玩完了，是不是？其实应该还好哎、欸，因为我都是我只有我觉得我没有玩算很多，我现在已经十八等了呢。好，我每次就是点片就开进去挂网那样子。可以啊，就是那种玩躲猫躲到最后几名就好了。好，根本都没在杀人，就躲到最后几名。因为之前就为了我喜欢那万圣节那些装饰，我就跑到一直想办法努力的捡糖果，捡糖果，捡糖果。哦，八点了，可以来开了。嗯。开始串流，买个他的通行证。动物通行证，开台喽！开。哎、欸，我昨天乖乖哦。昨天我的直播又黄标哎、欸。为什么？我不知道哎、欸，我真的是真的是被针对啊！我最近也有啊，对耶，我最近也是啊，真假的是哦。嗯，我上礼拜二也被黄标，然后前阵子跟巧克力玩一些像 L4D2 或是 Amigo 啊 ，L4D2 会了，打打杀杀的东西吧。对，嗯。可是昨天你知道，我觉得麦块要黄标真的不容易耶。我也是上个礼拜鬼抓人的时候被黄标。哦。哎、欸，结论真的是乱黄标。没有同开团，因为买那个通行证。哦。待会杰克右边那个双人可能要调掉，那个好像我们会进不去。好，我要看我的直播稳不稳，它有点亮黄灯。哦，对，这也是最近问题。我现在还好，还是绿的。不敢去看，怕，怕。安安，我突然发现今天人少到我可以直接把今天有哪些人打在标题上。哦，对啊，这也不是难得阿兵哥更少人的时候，很难得有，好像一年会有这样的几次哈、哦。难打，没有团团哈基云月这样就好了。你这样反而打比较多字啊。啊，关键字啊，有没有亮黄灯吗？没有、欸，我是绿的。那我重开机一下，我重开机一下。好，好，等一下回来。可是我觉得他这有时候不一定是那个自己的问题，有可能是 YouTube 的问题。没有啊，今天有四个人。今天有四个人，我把它打在标题上。没有啊，今天有三个去吃饭，一个出国，不是出国啦，出国？哦、真假？出国这个时间？啊，他离开了北部。啊，出国了，对哈、哦嗯，天龙国。因为他现在住桃园，就台北北部以南。哦、oh. ，北部台北以南都南部啦。那时候说要去踩看他们一个新开的一个东西，不是新开的、啊， oh. 是啊，好像吃鸳鸯锅还是什么的吧。哦、oh. ，然后那一间就是有虾子什么一大堆吃到饱的。那哈气不是不能吃吗？所以他们有一锅是可以跟那个啊哈气专用锅，对，就是就可以有海鲜，可是他们就是没有甲壳类这样。嗯嗯嗯。哦，你只猫还是看起来很可爱。哦，我当时就是为了这个 skin 一直在那个剪片的时候旁边躲。哎、欸，它真的很好省事。如果你要洗等级的话，你在旁边剪片的时候旁边就开始躲猫猫。哦，好。可是我之前在洗的等级的时候是比较少人玩，就是几乎有六七成都是 NPC。对，现在几乎都是活人，就比较难一点。有参加就有经验吗？有有有有。那就好了。然后我应该杀你有杀到人的话，经验也还是有的。酷啊！我就解完每日挑战就下线了。对耶，简单哦。对啊，每日挑战经验也是很多。樱花怎么使用啊？樱花那个萤火，萤、啊、火，萤火，萤火，你就对它按 C 吗？就那个对话框吗？哦，揍它。
有基本快捷键操作可以跟我讲吗？他空白就翻滚嘛。哦，对，你待会走路就尽量按空白翻滚。嗯，然后待会我们会在一只鸟上面，然后要跳下去的时候是按一。你就可以跳、okay. 跳机，然后你再按一次E可以直线坠落。哦、你按 E S C 啊，设定里面有可以看。哦好。Q 治疗E拿东西R天照。行动准，行为准。交代。交代。设定。控制设定。Q 治疗。有人说今天 Amigo 人很少，没有，我们这是缩小版 Amigo。对。小圈圈 Amigo。小圈圈。已经够少了，还要搞小圈圈？回来的，所以胶带是护甲的，对了。哎、欸，那这样我们直接邀那个杰克比较快。可以。好，给了胶带，他待会会携带你的右下角，就是喝水还有胶带的部分。嗯、然后那个某神实况主说，你要先优先贴胶带会比喝水好。对啊，喝水太慢嘛。应该说他的护甲会比那个补血可能会别人打的部分会比较胶带会比贴胶带会比较好一点。OK， 嗯，杰瑞按右下角准备。噔噔噔！啊，那个观众浪一下，我们这边新手加躲猫猫了。萤火药里面才有对不对？我记得。其实上面也有，嗯、因为这地图很大。萤火，右边有一个别人已经按的萤火了。五秒，我们来跳哪里？哪里？跳哪里？感觉好边边哦，跳这里。好，这么干的吗？按 这么。好，跳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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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哇，好多人哦，好多人哦，好多人哦！我先跑，等一下，再比较，再比较。我的 ID 在哪里？哎呀，撞到了，痛！哎呀，哦，你们着陆失败。这边还有一个二级甲。哦，我这边有二级甲。哎，这里有个大箱子哎，我按。哦，我有狗闪哦，注意啊！射爆了！胶带。射爆。我说有些要按，有些不用按啊，烦呢、欸。他看你要不要拿吧。那个右下，哎、欸，这繁星这有萤火，看到了。你。然后上面那个金杯杯，你会喝水会比较快一点。他怎么用啊？没有人哦，对面有人，对面有人。他怎么用啊？你按攻击切换攻击，你下面数字键应该有那个近战可以切换。哎呦，呜呼。有啊，我按三啊，可是没有用。哎呦，它是毒标键哦。嗯，怎么办？有够难射的啦！他那个 reload， 就没子弹要记得补。又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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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被看到了，我被打到了。你打了吗？我们去，反正我们去他们的。杰瑞，杀他！我做攻而已。哦，两个人。哦哦哦，这个有脱尿哎、欸！哎、欸，等一下，杰克，你死透了吗？都死透了啊！啊，都倒了，倒了。杰瑞死透了。对啊，杰瑞，你要不要退回我们？没有，没有，我倒了。啊，他已经死透了，他不是倒，他是两个，两个。有一个拿，又拿毒箭哦之类的，那只黄色的，那只鸟。哎呦，好会哦，好会哦。哦，扣血才能用萤火。不要拿鸟的我、啊！哎、啊，全到了，全到了，全部 OK。哇， okay, 好快呢！耶、yeah ，没关系，我很快就会习惯的。很熟悉那个。还有他的弹道、啊，而且我虽然前一阵子有在玩，我现在也全忘光。右上角那个枪可以摸一下，嗯、等待大厅的啊，抽萤火，右上角的枪，嗯，最上面，迎宾中心上面。
哦，打人酱真的蛮好用的，可是要习惯一下。我是觉得 AK 好像握的也比较熟，我比较喜欢握这个 AK。来啦！好了，我们跳后面一点好了。哪里？床背床还是？这边如何？好，好，好，好。我们等一下要不要跳偏一点啊？不要跳线上。可以。什么叫线上？就是不要原地坠落，垂直下去。哦，那我就是就是线上一直，你看那个鸟的航道，就是我们直接跳在航道上。哦、我是直接跟着繁星乱飘。假的，我要去吃了。哦，有没有东西可以先拿呀？啊，烂毒标枪。没有球，香蕉耶。投入。哎，对面有 AK 哦。哦。AK 吗？还是冲锋？对对对，对面有 AK。你都在上面，对吧、啊？我在这里。哦，我们刚好在圈的边边。那、欸、这么箱子，哎，是什么？红箱。开。开。哦，自由。哦，三甲、欸。圈好像没缩那么快，可以慢慢来。三甲还这么硬的吗？哦。我们这边没什么人哎、欸，可以稍微。等一下，我好像还没有甲，嗯，没看到。到时候还要看到甲。没看到什么东西可以捡，哎、欸，哦，这里这里，嗯，这里滚球跟智障一样，我们要上去那个研究所进去看看吗？土拨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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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土拨鼠，那地方人会很多，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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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哦，金的金的金的。我先打我，哎呦，被滚到了！你这样子啊？我有个金枪，看有谁有空可以。哎、欸，球球球，哦、有滚到滚到了，我没有夹、哦。球破了，球破了。因为下面有个金枪哦，可以捡一下。哎、欸欸，我打了，他两下。啊！杰克加油！啊，这个两组，这个两组，杰克做伤，杰克加油！准备两组，准备两组，死掉了！哇，好准哦！哇，我好快，冲！怎么跟我之前玩的不一样？不是边开边射吗？怎么还要停下来？边开边射可以啊。嗯，啊，我刚怎么？哦，你说那个，你说开那个鼠球哦？没有散弹枪。散弹枪。哇、啊！我刚没办法边开边射哎、欸。嗯，照理说可以吧。你还是你需要上去实验看看。拿枪试试看啊。哪边有枪？你说地图右上角。对啊。怎么那么快、欸？散弹是哪一个嘞？狙击、猎枪、毒标、NK。啊，开始了。跳这个很偏吧，好，够偏吧，好，所以大概这个位置飞，嗯，跳了，差不多了，好偏哦，然后纸枪哎，天啊，哦，有弓，球，有鸟，这边好多、哦，嗯，一看就是贫民窟呢，嗯。这是卡酒吧吗？还是猎枪而已？猎枪，猎枪。哎、欸，又有红箱子，开开开开开！这边还有二甲、哦，好、oh. ，三甲。我猎枪了，
吃椰子，吃椰子，吃椰子。我有点忘记是绿色比较好还是蓝色比较好。蓝色比较好。哎，二甲。还有没有甲的吗？加压剂，加压剂。我甲了，要甲了。成就，成就。好。两件一甲。啊，为什么会有这个在里面呢、啊？香蕉 ，banana， 毒标枪，有狼有狼有狼，小心！哦，我们是离那个很近啊！我也太猛了吧！啊、吃到毒啦！前面有人，我需要毒标枪，毒标枪。好。哎，怎么？一个拿猎枪的，你可以拿那个鸟啄他。来来来，前面这边这有一只。哎呦，你射我干嘛？哎、欸，我跟你讲，那个鸟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你可以坐到别人后面，它是双载的。哦，是哦。我之前就是坐到别人后面，让他没办法打我。为什么我不能按用那个 OK 蹦？很多人，超多人。C 我 C 没有东西耶。哦，你没捡到那个胶带。我有两个啊。我刚刚一直在射杰克吗？对，你在射我。香蕉皮啥？香蕉皮啊！我感受到了。跑掉了。吃椰子。有蓝弓。你们又死了。有哎、欸，这把是吧？毒标枪。哦，好，杰瑞拿的那个锤子好可爱、啊。有人吗？没有没有，我只想要杀掉那个鸵鸟。为什么要把鸟给杀了？它很好用、欸。那天门口就有人，先把它杀掉。哦，里面有一只鸟。我们离那个远不远啊？哦，我们在那里面。哎、欸，这是人吗？不是鸟。那是鸟。哎、欸，蓝色的。哎，后面有人是。有这边有人。哪里？捉他。左键吗？左键吗？哦。毒烟来，毒烟来了，毒烟来了，边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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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操！是个。等一下啊！我倒了。毒圈哦，毒圈哦，毒圈。快点快点快快！螃蟹姨啊，抓八个。你们先弄，你们先去当那个。不行，哇，好多人，一组嘛，是两个。啊，包过来哇！一堆兔子啊！真的，都是兔子组哎。杀人兔啊！会不会是你家的观众啊？不可能啦！繁星，看到繁星了，杀他！看他，我是兔。看我有兔子，你没有。等我 ，C 等了。好酷。等我 C 等了。哦。咦。嘿。没事。我以为这个人的 ID 叫 Moco。Mooncat 030月猫。跑起。嗯。我刚好像是因为没有护甲，为什么这里要挤一坨人？啊，又是这边哦。那你看一坨在草丛里不知道干嘛。老师，你就现在跳了、啊？跳啊！好多啊！跳啊！跳啊！跳啊！好多啊！跳啊！来了！我来了！要去哪里？我是不是跟你们走错方向？没跳我会摔死吗？不会。这好滑、哦！我的妈呀！这里是对，这里很滑。里面有人啊！里面有人。上面吗？先拿一把枪再说。哎、欸，毒标枪很烂哎、欸！毒标枪超烂的，那一个很烂。我不要拿，我宁愿拿小枪。这个倒了，这个倒了。我死了。烂啊！我被毒标枪雷到了，打中两枪，然后扣九滴。哦哦哦哦！他这个兔
子还是个羊啊？羊吧。哇，没有甲哎、欸。这边有个一甲啦。所以主要还是看颜色比较好啊。你是说枪吗？对啊。嗯，三甲哎、欸。你那是溜冰鞋吧，杰瑞？外面有人哎、欸，后面有人，外面，外面有人，外面有人。里面一个，里面一个，里面一个。哇、哦，超多人啊！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快、哦、死！哎呀，快死啦！哇，我没子弹。你的枪打不出来、啊，我没子弹，我射不出来什么东西啦！不要啦，不要啦，不要啦！完了啊！我求过了，我们好烂哦！我开始觉得那个繁星那个一开始说的那个疑惑，就是我们可以开这开两小时吗？不带，我就一路跳转两个小时哦。因为我本来以为它还有另外一个模式，可是现在没有另外一个模式，真的就有点尴尬。嗯，你说挑战金币那么多，有麦克风自己想，疯了吧？疯了吧？疯了吗？咕噜咕噜咕噜，我觉得每次要跑去武器那边，时间就快到了。我都是先管，先准备一个小枪，免得没有武器。十秒，哦，好像开场好快哦。旁边啦，积木森林啦，可以走了啦。这么快？可以走了吗？走了吗？好好，走了走了，右往右往右飘。啊，好好好，好像没有其他人哎、欸，好像没有。站了一只鸟，站了一只鸟。这个直接往下摔会摔死吗？不会不会不会，我已经摔了四次了、哦，这可以直接摔烂就是了。对对，你可以直接连续狂按一第一下的时候。我刚刚都以为会摔死，所以我不会不会。我摔得很开心耶！二甲，还有枪吗？我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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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在圈外。表示我们可以先安全一下。嗯嗯嗯，没枪了，都手枪。贫民窟。哦，这里有二甲。嗯，你穿你穿。哦，这一把紫狙，希望可以打到人。这还把，哎、欸，这里还有二甲哦，有谁哦？你哪里？里面啊？这里，这里，这里，对，里面，里面。嗯、我已经穿二甲了，哭啊！杀音。该走喽，该走喽。所以可以双载，哎、欸、有哎、欸，可以可以可以，有双载。让我双载。哎、欸，你为什么可以打他？我可以鞭他哎、欸。你可以鞭他，你怎么按的？左键吗？刚刚左键呀。左键。你快快快！你动他有第一时间，可恶！哎呀，好可怜啊！我刚刚想说，我左键会怎样？哎、欸，我们离那个主播组超近哦。要不绕一圈吧，绕吧。我们可以在这附近绕一下、啊，好笑。可是感觉这个啪应该很大声。哎、欸，没有，土拨鼠在左上角哎。哦，这有一个蓝的，有人要解吗？那、啊、这鞋子干嘛的？鞋子那个是你抓地力会比较好，还有除草。哦。绿的那个，然后黑的那个是静音，因为走路会有一点声音。有人，有人，外面有人。来的，躲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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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客气。啊！我被打死了，我被打死了，我被打死了。后面有，后面有。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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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哎呀，我作死你！我作死你！是剩五个喵哈？对对对，要跑、啊、我活了！等一下，我贴一个，可以跑了。哎，接你活着啊！接着走，接着走。不行了，我死了，死了！快我去尿尿、啊、好，我是没交代，看一下，我也没交代。哦，这边有战后的尸体。对啊，可是都没交代啊，都被收光了，都被吃光了。是可以先啊，有一个交代。哎、欸，外面有人，外面有人，外面有人，米哈，你后面，我下去。应该被看到了，就看他妈妈冲进来。我这只有两发，算了算了算了。啊，对，我忘记按驴肉，我常常每次都忘记按驴肉这个东西。这栋建筑的左边有人，然后圈在你们左边。哈哈哈哈哈哈！烦死！他们没有理你的意思。他们大概也是小心，我们过一点吧。哦、我哎、欸，我怎么按下没反应？按一、啊欸、我怎么下？哦，按一。看一下这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捡。哦，有一个胶带，左上角有枪声。我刚切那个没切到，白痴！我刚还在那边用近战武器砍得很开心。哎、欸，对，五名次六，哎，应该算进步了吧？你就有龟啊，有龟有枪、啊。我知道怎么玩了。好，龟起来。解锁乌龟造型。嘟嘟嘟，鱼浆。哎、欸，我可以换折耳猫、欸，哎。喂、欸，你看折耳猫的，冲啊！最上面吗？我这边右上角。你那边、哦？过头了。哦。我说三枪三枪。对啊。哦，要射才能动哦。哪里？不知道哎、欸。贵一点，最后了。好。最后我觉得那边很危险，可以去搜寻。还是要往旁边飘，这边。好、啊，那边好，那边好。哎、欸，那这样的话，这边就可以下机了。嗯，好了、啊。我突然觉得你的聊天室左下角聊天室也是蛮嗨的。Beko，你很油哎、欸、，Beko。我从不看这个的配口。我有一个纸枪哎，我先去抢消音枪。喂喂，那边也有一个箱子可以拿，可以开。不是啊，这毒标枪很烂。毒标枪真的很烂哎，这有一个绿毒标。毒标枪是怎样？就哦，丢射出去是不是没射到会有那个烟？不是，然后慢慢让别人中毒，他但是他没什么伤害。射中确实是可以害别人，就血损很多了，但是就是有够难射。哎、欸，我们离圈超级远、欸，跑啦，快跑，慢慢往上。
有爪爪。哎、欸，我看有香香了。哎、欸，我先拿一甲。你们先走，我开完香香上去。二甲有哦。好难滚，没有其他的鸟了吗？只有角角。一家。哦，白痴！那有人，左边有人。左边有人是？对，有一个。我以为是。有一群，有一群，有一对。哦，都被打到了。我们继续往上，我们还在圈外。好，边走边打、啊，边打，他们鸟倒了，小心那个。我有看到。有球，小心那个，小心有那个。你怎么了？哎、欸，走，我被香蕉皮了。哎、欸，打，可以了，他还在滚。缺氧。一走，我去夹他，啊，没有来、欸。他们照理说会被毒气逼上来。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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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一个那个。一点五。每颗球。哎、欸，右边，右边有人，右边有人。右上角，你们右上角。这十字我看起来很好玩，我玩一下。一组。好。看到了。我就看后面，走后面，刚那只，哦，毒气来了，毒气来了，被骗进来了，被骗进来了，被打伤了，那个好猛啊，他直接把我们三个人灭掉，我先倒了，哇塞，这个人也太猛了，他在毒气中生存呢、欸，死了，杰瑞加油！有在喝，我在灌，毒气中生存。你去，这边毒哦，很毒哦。完了，哇！他让我，这里出不去啊，这里进建筑物了，没办法。第十名。我们看能不能进前三，好不好？我们进前三可以换游戏。那我们会不会换不了游戏？有可能哦。你看，我换一个折，我换折耳猫。等一下。哦。耶，折耳猫？那不是猫啊。哦。有了。阿尼阿威呀，阿尼阿威，那你叫你高追，叫高追，好难哦，这个游戏。真的，我觉得以前打 NPC 好，欺负 NPC 的时候。出现了这个观众，两年前曾经也这个我们玩有命什么的啊，百命妖吗？他玩超久了，百命妖吗？哦，大佬，秋代，要打嫩吗？可能哦。哈哈，在干嘛？Where？ 我们要去冲那研究所。走啊！
所以大概这里的时候跳。好多人，好多人，怎么这么这么多人？大家都想要抢研究所，抢研究所就没了。杰哥，快捡！啊！捡到了！他好快，他速度好快！喵，快捡那个箱子啊！外面有人，外面好多人！我捡箱子，我捡箱子。开里面是烂东西、啊！我要流血自己了！我用毒标烂毒标啊！好了，这一局又这么的快呢！哇哦！嗯，非常的快呢！好好好啊啊啊啊！哦，他好坏哦！他不想浪费他子弹，直接用近战把我砍死、欸。是你的加油杰瑞，你要撑到前三名了。可以的，我们相信你。我们是左下角那个三个幽灵。我知道，我知道，在圈内。哦，你要一路龟吗？就看看能不能龟啊。而且是蛮中间的意思。他那个好像不一定哦，圈的位置。嗯，就是很不一定。哦，土拨鼠在下面。好像你按 shift 哦，你现在就是按 shift 的走路哦。按 control 哦，按 control 走的超小心，就不会有脚步声。嗯。这就会归出什么名字嘞？有水耶，可是如果观众有看台就知道你在这里了，就死定了，完蛋了，剩三十个人，哦，你已经打赢一半的人了，是不是有道理吧？有有有。我们十六强了。你在干嘛？你在干嘛？是按右键会瞄准吗？按扛住，按扛住，按扛住，然后在那一扔。我看到刚刚的白，你还在圈内，你还在圈内。刚刚的白命妖瓜，嗯，哎，妖，我刚刚讲妖瓜吗？妖瓜，妖瓜白命妖猫加入喵哈会员频道。哎呦，哎呦，是不是脚步声？没有，没有，没有。左圈。哦，又有少了三个人，变27个人。嗯。有左边在墙外，换游戏就交给你了，前三名。我们现在想一下要换什么游戏吧。海皮洲哦，香蕉雨，香蕉雨耶！哇哦！可是香蕉雨是会多很多香蕉吗？还是会滑？滑吧，嗯、滑吧。你去猜猜看，你猜看感觉就蛮滑的。你去猜啊！这什么奇怪的下雨天？哎、欸，不会啊。还好，我不知道香蕉雨的跳效果是。是，前面有一个。我信，我信。可他好像没有理你。欸、他是那只吧？那你就继续跟，你就继续追，你就继续追。他是那个吧？妖猫吗？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妖猫，不是长那样子。可是你在圈外喽、哦。慢慢来，没关系，那个毒他还挑着有。可以，还可以，这个距离还可以。可是这是长边，所以要小心。15了。绕短边看。这边刚刚有打过、欸、哦，毒来了，底下左下角有人在喝水，不是喵哈的尸体，看有什么地方可以蹲吧。哎、欸，左边有个水，蹲墙后，蹲墙后就好了。哎、欸，有紫枪、欸，蹲里面，蹲里面，紫色的小枪，你可以把你的第二个换一下，当保全就好了，要的不多，当保全，因为在。不要说哦，那个枪变色了。我刚刚看到这个刚紫色的枪哦，这边有人哦。
会变色的枪。有人说杰瑞需要点满妙花的技能。哇，好多枪！对啊，就变了。哇！你旁边好刺激哦，那是圣诞节死亡的特别装饰。哇！哇！又多了一个墓碑人。哇！你在放烟火哎、欸！你待会不会就直接一个芭乐丢进来？应该不会了。剩九个哦，我觉得等下可能应该是打一队的啦。对啊，我们用第二名就好了。哦，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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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哇！太走了，标准的隔岸观火。哇，好多东西！我没有机会吧？快跑快跑啊！你怎么回事？掉地滑倒，掉进去，喝水。不要理他，不要我自己。啊！可惜第三把，我觉得这样的红后面很厉害哎、欸欸，有新物品哎、欸！第三，耶！哇，好多，好强哦！所以这游戏是正确玩法是不是？对对对，跟 PVG 一样，就到这样子玩，就是归到后面就好了。你与世隔绝，不要去打架，不要去找人。说那有建筑物的话，就归进去里面了。笑，好笑。所以我们待会要找一个鬼的部分。着陆失败有衣服可以拿。着陆、哦、有好像有那个，我叫有特殊大概拿过了，就马上按一这样子吗？笑死！就直接摔到地板上。所以我们待会九点要换什么游戏？我不知道哎、欸，想海皮搜鸡吗？鸡毛还要装一下。好问题，什么游戏？看你啊，因为现在还是佛盖。佛盖是什么？就那个、啊、糖豆人。糖豆人哦，他盖完后就没玩了哎、欸。我对啊，我更新后也没玩了。哦，他其实差不多了。哦，这可以去玩一下啦。好啊，好啊。在哪？找一个可以边缘的地方，这里啊，你不要哦，旁边研究所很多人哦，没关系，那我们就贫民窟，所以是在贫民窟，现在就要跳啊，过了，来不及，要不然船舱，我以为贫民窟是这里耶，就反正就这附近飞，对不对？啊，飞直就好了，已经不是想要赢的问题，是想要归到后面。左边有一只熊，嗯，这讲还不错。哦，上面这里好像不少东西哦。左边有人哦。好。这圈还好。哦，刚围肋隔了一下。喂，这里有一箱子哎，烂东西，圈在左下角，嗯，左下有一个人，好，我离你们有点远，打到一个，看起来是新手的那种。太分心！哎、欸，我的仓鼠球压死一个！啊、这边有二甲、啊。好、哦。哎、欸，我的鸟！送你了，送你了，送你了！哎呀，快点！哎呀，我不要拿这个。我上车。你后面还有一个球。那个球好难滚哦。哎、欸，箱子。哎、欸，左边有人，左边有人。左边有一个放屁的蛋。有墓碑。那个边鸟真的超讨厌。哎、欸，哦。是啊。还有啊，还有啊。
还有一个哦啊，丢手弹，手弹退哦！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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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被毒到了，好痛哦！喝一下，喝一下，喝一下。他们跑掉，他们跑掉，要走，要走，毒圈来了，毒圈来了。好。哇、哦，好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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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快快！往哪？快快，一个再来，一个来。切！啊，这毒圈好快哦！各位，抱歉了。哎，再见。我走到死路了。哇哇！你还没打吧？我在爬了，我在爬了，我在爬了。哇！我是还可以滚的爬，哦来得及哦，我爬得到，我爬得到，哦有了有了有了，可以呼吸，要吸的毒好恐怖，下一圈又要来了，哎有有有，好远哦好远哦，这边还有一只，这边还有一只，哎又一只又一只。啊、你怎么把我扯下来了？丢包了！我倒下甲，我倒下甲。左边有人啊！左边有人，不要去左边。好。我鸟放了。你放鸟了？对，我放鸟。哦，放鸟放哪谁啊？哇，我好多，我现在没有甲哎、欸，尴尬。二甲了，坏掉的，要不要？哎、欸，下面又有鸟啊！哎、欸，有人，左边有人，左边房子里面有人。好。哦，左边下面有人，下面有人。我看到了，左边都是人哦。最后面右边，我看右边好像。这边有一只鸟，看你们要不要骑。好多香蕉皮哦。应该是有人留的残骸，鸟不会滑倒呀、欸，好想看它滑倒哦。有一甲，有一甲。这个房子的左边有人，可是不走走也不行啊。对啊，上面没路是不是？没、啊，这边出去要出去，没，这边还在圈内，可以走出去一个，走出去，走出去，走出去。我就现在不要编嘞，编的话很大的。对对对对对，我们要编。十三个人哎、欸。可是我们的装饰有点烂，装弹这边有那种，哇！走走走，自行造型。里面有，里面里面里面，他倒他倒，来只老虎，来只老虎，我帮你挡。呜、啊！呜、哦！我打倒了。有有。也剩你们两个。左边，左上角一个，左上角一个，左上一个。我要藏在这个道具堆中。哇啊！毒来了！哦，卡一下，卡一下。左边会有人来。哎呦，我看到下面有人。哇、哦，下面好多人！你两个要打了，他们打，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过来。蹲蹲蹲！为什么会？我还没射得到，白痴哦！这不是墙壁哦。有的不是墙壁哦。哎，所以我们姐，哎，我们是第二名吗？我们第三呢、欸，第三，第三是第三。哦，这刚报队的。看、欸，我们有进步，有进步。真的、欸、有进步哎、欸，真开心。名列前茅是这样，一定要第一名哦、喔。好像是。太夸张了吧？前三不行吗？明天钱包很前三啦、啊，明天钱包本来就是这样，可以啊，这一乘以本就这样子。嗯，为什么刚刚那个冲锋枪都打不出来？那么好，对啊，那就可以。是，鼠标越近伤害越高，感觉伤害越集中。哦。就那个吧，就看他那个弹道分布的那个位置，对吧、啊？开口越开，它就越容易偏掉。哦，直的，上来下嘞，走啊，去农场，好，好，动物农场。有分符没有吧？感觉没有啊。
还有还有那个亚洲服，还有那个欧美，这是怎样？这是怎样？因为下面这有一个房子啊。我看不到队友呢，我看不到队友呢，我有点害怕呢。有啦，我在你旁边啦。哇哇哇！啦啦啦啦啦！哇！两只猫咪倒了，我就倒了，我被兔子打死了。烂地方，动物农场不适合。我现在是繁星的视角。哎呀，卡住！刚房子里人还蛮多的。你是卡住了，卡住啦！有人说杰瑞带头三个女仆战队，不要。啊，来了，不要了，冠军！撵不过去，你差点撞到他、欸，想撵撵不到，我可以啊！我、哦、撞到，撞到，对，他中毒了，中毒了。死了、欸！哦，毒票好像还是蛮厉害的。哦，死了、欸！哇、哦，你们打赢了、欸！哇、哦，用碾的吧，碾过去我快笑死。那纸枪，纸枪，狙击。有我狙击枪，我狙击子弹。为什么这把枪是白色的？好酷哦！有 skin， 我也有。哦，那应该是 AK 吧？哎、欸，左边有个红色箱子、欸。有没有人呢？烂东西！啊！我要补枪！下一圈！哦，又来了！这个中不了，也要下车才。但是，等下那个 skin 是不是九命怪猫？很像是吗？我不知道、欸，好像是哦。他应该不会，他应该会，他应该不会那么早就砍我们吧？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尬掐！哦，上面还有人。雷加布来了，看右边，右边，右边！哇！我直接碾过去，直接碾过去！直接碾过去！一组人直接把碾掉。笑死！再一场来换糖豆吧。啊，那超级血清可以干嘛？超级血清是不是可以直接选你要哪一个、啊？好像是哦。哦，可以开新宠物吗？好吵跳哪Lady Go Lady Go、啊、Lady Go 感觉就很多人很多人欸我不小心都跳了白痴我去救你我去救你我去救你我刚才在我想要关地图结果我按到一那就从这边吧。我在雷迪宫附近。左边有人啊，左边有人。好、哦，怎么都没有墙啊？哇、哦，三甲哎、欸！
太神了吧！这边有，这边人在，这边人在，哇！我感受到了，他还是拿一个大大枪哎！打了啊！我那个。Let it go, let it go, 不要再追我了，我没有枪，救命啊，救命啊！这样，那边好想帮你啊！有两个人啊！看到，看到，看到！好的，我进去。我倒了。人在哪？在右上角。右左右下角哟。哎，他是不是？那边有两，那边有两，那边有两。哦，我捡到一把枪，可是它好像没有子弹哦。哒哒哒哒哒哒。哎呀！啊啊啊、我们可以更好。玩游戏喽。妖王杀蛮多人的。哦。换游戏吗？啊，刚好，也刚好九点。退出游戏。我刚那个 Lady Go 也接太顺了。为什么？糖豆人。糖豆人。他哦，最哎、欸，你们这大概多久没有玩了？最后执行10月28号。那你们应该可以感受到他多蛮多东西的。安装完了，我看一下会花多久。把那个把屏宽打开。啊啊，卡住了。换真的吃鸡的没有了。真的吃鸡那个我也很久没开了。PU 吗？对啊，超久哎、欸。我、哦、抓到，抓到。改标题，感觉游戏截取截不到，对不对？哦，有，他后来多读取一会儿就可以了。动物，我改标题变成动物吃糖豆人，前面没有删掉。哎、欸，是要进大厅才能有画面呢、啊。对啊，我要切那个摇杆。哎、欸，怎么没有？为什么摇杆没反应？动物。哦，所以他名字是自动的。谁？哦，对对对对对，他现在变成那个你那个右边齿轮的地方左下角，你可以甩名字。我叫 Let Let， 是什么？靠腰。你们可以甩一下，我刚好去这个厕所。右下角还是哪里？要红杰吗？甩名字，改。哦有哎、欸，哎、欸，我怎么会没有？我改啊。我都还不知道他叫什么意思、欸，冰 bro， 查一下。哎、欸，怎么了？我都干不到，我还没解啊。确定。困金头。啊，回来了。那我来看。我们要不要什么什么开头啊？什么什么什么开头？就是英文开头一样的。很难哦，那很难甩哦。老师啊，那不好甩。Amazing Green， 哪里甩啊？ Amazing、哪里？那个左右上角的齿轮，然后你再按左下角的那一个。奇怪，为什么每次都找不到杰瑞的 ID 到底在哪里？你的名字哦，又把我登出了，是不是？不好，我叫做 Amazing Green。冲浪者，我是绿色西瓜。
你是不是故意的？哎，我不好说。你是不是故意选的？我不好说。哎，我怎么找不到杰瑞？杰瑞，我们是好，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上线了。哦，他都英文哦。对对对。哇，我叫金人，金人绿色冲浪者。好像是什么？Orange 是什么 ？Fluffy 是什么？毛茸茸吗？毛茸茸绿呱呱。齿轮，然后英文那个吗？齿轮，然后左下角的那个。Rocky Falling Bubbles， 看不懂的名字啊！我跟你讲 ，Moco 的名字超酷的哦，它叫做那个 Little Pink， 我忘记前面是什么，但后面是 Little Pink。Moco 的名字超酷，你很棒啊！哦，对，所以我的是毛茸茸绿瓜，蓝色什么？Bitter blue zoo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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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Amazing swimming cookie， 惊奇游泳饼干，有够名，有够长，白痴哦！哎，对，我可以选个节目，我们看我们可不可以玩他现在的节目？哎，还有哎，重锤，哎呦，看这不一定能弄得到。我再撒一下好了。好。当然不懂的，但哎、欸，你那好酷哦，冷黄，冷黄人。那GY什么？盖就是称人的意思。Awesome 哦，盖某个家伙，就是一个冷黄人，冷黄人，很棒。Awesome crying ogres， 哦，那是猫头鹰吗？还是那什么？很棒的哭泣食人魔，太棒了！我要继续甩。杰瑞变黄色王子 ，Frozen 哎、欸、，Frozen 哎、欸、，Freezing Dogging Werewolf。你这名字很长、欸，要不要用这个啊？都好像不错的，我看一下他的意思。哎、欸，可是你们待会甩半天，其实进去也看不到。他叫冷冻躲避的狼人，好像很秋。我准备好的了。好的。我放一个星星场。星星场。星星场。哦、我选他这个，他现在都是有那一种，好像一两个礼拜会是一个固定的主题。那他今天的主题是重锤，他就是关卡一定会有大锤。那有一些锤子你可以直接去挑战运气，如果锤的话可以直接锤到终点。哦，可是他赛季快结束，不知道排不排得到人。但我覆盖截不到哎、欸、，Why？我旧的覆盖是重删掉重用了。哇，抓不到人呐、啊！哎，等到四分没有人，我就跳出去选一般关卡。哦。啊，开一个游戏截取新的好了。哦，有人说杰瑞那是弹跳的黄色王子。弹跳会弹哦，会弹哦。哟，排不到人啊。OK， 好，我选一般关卡。好的，我要离开吗？还是你按就好？应该你应该也离开了吧？哦、你们离开了。哎呀，选择节目，邀请玩家离开团地，关闭选单。嗯，哦，我按错。OK， 准备可以了。好，好。
就是这也排不到就很可怜。不会不会，其他一定会排得到，就是那一个特定主题的比较难。哦。哎、欸，不是吧？卡住了，没人呐、啊，没人玩了，默契游戏，哇，他数字在掉，他数字在掉，有，结果全部都是电脑，有没有？电脑拉进来了，我忘记怎么玩，大概上下左右啊，我是摇杆 ，WSD 啊，左键抓东西啊，右键是哦跳啊，哎、欸、左后面也是跳，忘记了。空白加右键是飞扑吧？没有忘了，好久没玩了。腰杆的我没办法混。哦对，跳加右键是飞扑。啊，那边的门、啊。完了，我觉得我第一关就要死了。冲啊！啊！开门啊！哦，到了！哦，有到了！到了！有人穿骑士装，你看起来好可爱啊！那个是那个好像是买的，嗯啊 ，DLC 有恐龙跟巫师不是吗？豆豆。啊、他突然就变没 BGM 好，对啊，没 BGM 了。没有 BGM， 对啊，不知道为什么刚就观看者模式的时候，好像不知道为什么观看者模式。哇，这时候按 Tab 很精彩，好多名字哦。哇哦，超花。BGM 呢、啊？不见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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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没了。哪一个嘞？巧克力一直约我玩，我说不行，十点半后我已经是我睡觉时间了。啊，真的假的？现在都这么早睡哦？就作息突然变得很老人作息，我其实七点就想睡觉了。真的假的？对吧？晚上没有要开台的话，就基本上就是睡了，我就直接睡着了。哦，睡好猛哦！那直接睡到隔天吗？哎、欸，那边有一个大锤锤哦，你们可以挑战看看，可不可以直接冲到终点？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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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有大锤锤？我没看到，就那个那个靠近中那个靠近中间吗？很细的那个小锤锤，对，因为星星的、那個。你看远方有一个锤子。哦，看到了看到了，不是啊啊！我掉下去了。跷跷板永远是我的痛啊！啊啊啊！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啊，奇怪，我在围那个哎，为什么？哟，我还好哎、欸，还好。我大概我家网络有问题。下雨。那个锤锤，我刚看一个歌词是僵尸的方式在走路啊，两只手举，鸽子用僵尸的方式走路。啊！大锤锤，我来了，锤锤！要跳哦，在他前面。成功率高吗？看你的技术。好低哦，要算一下。三。不跳了，不跳了，不弹进去，不弹进去了。哦，可以，哎哎，我，哦，可以，我可以，我过来了，过来了，哎呀，我呀，哎呀，我呀，啊，谁被打？完了，完了，那个板子有厌世仔是不是？嗯，有厌世仔没有啊？哦，没有，可是有有吗？哦，飞超短，那机器好帅哦，太空人。哦，夜市仔啦，对啊，那这样只能靠大锤锤了。谁叫夜市仔？什么意思？新的名词。就是他不让你过。哇！我要靠大锤锤了。糟糕了！大锤锤怎么玩啊？好难啊！要跳，在他中间跳。哇！哦，我好像要到了。我只能被敲到第一个跷跷板，然后就没了。我刚刚敲到蓝色的、啊。哎、欸，你作弊！不要！笑死！
星星的，到不了，到不了。哇，多一个啊，差一点。喵啊！怪我啊！我没碰到你啊！我刚刚看到繁星，好绝望、啊。哦，哥吉拉、哦，那要上面五官，下面五官。哇，什么上面五官，下面五官？那个哥吉拉的 skin， 皇冠的哦。这个是很烦。蓝队，对，就是我们两个，把这些人带走了。B 君换了，对啊，真的耶 ，B 君好酷哦！啊！噔噔噔噔噔！加油加油！哎呦，很会推哦！血喽！哇，有一个车被黄色的巨人，不高。哎、欸，哇，没人守这颗。谢了，谢了，谢了。看能不能把黄队弄到零颗就好。不行不行，那个换蓝，换蓝色爆开。对，那个红队他那个黄队把球推到。喵，加油！喵，推到了！啊，这个凤梨，你们可以维持现在现况就好了。哇哇哇哇哇！那个哇，哦，有有有有有零颗，哇，零黄队零颗，蓝队零颗，他杀了谁呢？尴尬，这尴尬。你们那个球球过去啦，乱打黄队一直。换游戏了，来换游戏。哎哎哎！哇，差一点，刚刚那球被顶起来了。哎呀，黄队的球一直是守住了，然后黄队推不出去。没关系，反正这样刚好杰瑞跟不是杰瑞啊，杰克跟繁星可以进。跟你讲，没差。确认。怎么小声啊？音量。喂，好了，嗨，杰克，哈，过期游戏数字啊，哈哈，还没到60人哈，好惨哦，而且重点是，这表示连观众都不想进来。没有凑不到四个观众吧？凑不到四个观众，凑不到三个人以上的观众。哦，对，他是团队的哈。对啊，可是他单人也可以偶尔挤到这种多牌的吧？不知道哎、欸，就我听说好像是团队的，是在团队一起的。对啊。刚有60人吗？是没有。有吧？闪了一下欸，不知道都是电脑，假的，都是数据骗的。哦，这个中间有大锤锤吗？没有，没有，好像是旧关卡。嗯，有大棒棒，一棒棒，没有啊，没60人啊。啊！看我前面那两个，前面少两个人，你知道吗？前面少两个，右上角只有40个人呢、欸。没有，可是他达标一定会比60达标，达标。哦，对了对了，早知道被棒子打走了。真的。你没有被打走，只是被其他人打走而已。不是，让我起来！不要，我不要再打我了。
关了。哇！不要！嘿！哎呀！冲啊！冲中间！真的假的？梦梦被打飞了，真棒！你们好像要掉，要那个左边吧，左边。我打你！不要不要！他拉我！星星场拉我！哦，星星场哦！哎呦，拉一下！啊！恐龙加油！恐龙飞起来！哎呀，有水有！那谁？鸡蛋，鸡蛋，皮蛋，快点，皮蛋，快点，皮蛋，快点，皮蛋！哦，有了皮蛋了，皮蛋来了。奇怪，我玩的时候都会稍微微累个，哎，不知道是不是我网络问题。我们都过了吧？过了，过了，过了。这是在起点吗？有在起点。真假的？谁啊？他上不去，又上来了。哎、欸，不是他上那个吗？他怎么上去又掉下来？我是看到一个直接在起点的。他有时候会有这个 bug 问题，就是他明明是前面掉的，可是他会被退回起点。哦。阿金安安。还没玩到新的关卡呢，来了啦！哦，好新哦，这什么玩？啊啊、太新了吧！哦，哎，刚我恨这个。哎，只要答对哦，礼貌哦，没礼貌的我ban掉。ban ban。黄队。去啦。跑速被剪，被扣跑速，哎、欸，有那个哎、欸，那中间有一根哎、欸，糖葫芦，我，酷、哦，红队没有，红队没球，红队没球了，当间谍星星长，啊，酷，我扑去哪了？啊！红队又满了，可怜黄队，我宁愿丢到蓝队去，把红队的丢到蓝队。有时候感觉他们好会扑哦，你就把那种会扑的人抓住，让他不能扑。对啊，我也抓一个蓝队，不要扫。黄队这颗蓝队的球太夸张了啦，太扯了吧！太强了吧！太扯的了，全都给蓝队了。我们把一颗丢到我们队就好了。我们要守住红队，不能进球。对，要有人守在红队那边，然后这个有人，这个有了一颗了，有了有了，这也一颗，这一颗，哇！天意天意，有了天意天意，哇哇哇！有种淘汰我们啦、啊！加十！哦，有机会，有机会，红队，红队，不要让那两颗守住脚，让一个守住脚，给我们嘛！五秒，可以，可以，可以，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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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抓住！刚刚蓝队直接拿全部，太扯了吧！Green， 嗯 ，Gre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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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游戏，那有了新游戏，哦，这很难的，这很难，你要抓那个哦，要抓，好，那个平台也可以推嘛，对对对，但是有人通常很多人都会站在上面等推，有人会利用你，天哪，这个游戏看似那么可爱，但是。很心机，都很心机。粉红色切开都是黑的。右边，右边，右边。哎，我完，哎，我是不是踩在杰瑞头上？是倒没有啦。
完了，落后了。哇，那个竟然跳得到，太扯了吧！哦，哎、欸，他把他推走啊！我回溯啊！哇，被他推起来了！我回溯把他推起来，天哪、啊，我傻眼。为什么我没看过这样子？因为刚回溯，然后 我回来之后，我在那个方块下面。哦，上不去！完了！我要来了！我要回溯！啊！完了，我觉得我到不了了。啊完了！哇，我没抓到，我 bug 体质了，完蛋了！我以为我以前就没有这个东西，我现在开始有了。雨月之前也是啊，我说他踩到那个人飞起来是不是？是啊。不行，太远了。哦，我到了，我到了。哦。啊完了，到不了。好险啊！我跟星星藏一起了。我们可以当那个啊。东巴哪个？东巴吧。啊，完了，这个被推走了，完了。他现在变很矮了。啊，没了没了没了。他的墙会一直慢慢降低。哦，是哦。嗯。啊、完了。对。没有没有没了没了没了，这边多一个人，再一个就越容易跳过去哦。我觉得好像跳不去。哎、啊欸，我刚刚以为僵尸走路啊。对啊，他就是两只手举直直的，很平，对不对？对。我上一场看到鸽子也是这样。哦，所以剩我咯，没有，我还有我们两个，就杰瑞淘汰。那就好，至少还有队友。十五人，会是哪一个嘞？抢蛋？嗯，这好像不太一样的抢蛋。对，这另外一种。哦。太大了吧！欸、这丢进去感觉很难拿出来、欸。还行。红队，哇，好深哦！还有特别 BGM， 好可爱。哇，那个小神起来，我的天！我的天哪、啊！给我！没有哈，没有哈，这个都没拿到，快走！没有，我刚刚是故意去向日葵干扰他们拿金蛋。向日葵，这是我们的蛋。掉下去了！没有，你的蛋，有，它在我手上，可是这里好恐怖！向日葵，啊，向日葵，向日葵！哎，这运太远了吧？啊！我被斧头 A 到了，金蛋会掉下去啊！是有那个机会的。完蛋！有了有了！蛋蛋蛋蛋蛋蛋蛋！赶紧跑！蛋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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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啊！我不想下来，还是下来了。这个蛋运好久。对啊，那个蛋，有了有，不要，这帮啊！中间其实中间蛋拿一拿很稳啊，好啊，中间还有两颗啊，好啊，好啊，不行，金蛋五分哎、欸，有那个，我来红队把红队先拿出来了，蓝队拿金蛋。哎、欸，你们赶紧黄队的黄队的空档，快快黄队的地盘拿快点！耶、yeah, ，我拿了一个金蛋。我们家在哪？我们家在哪？这里吗？这里吗？这里吗？有了，有了，有了！啊，是有，有了！耶、yeah. ！跑去蓝队抢他的蛋。Hello， 十个，我还是很不会玩那个采蜂蜜的。
哦，那个我也不行，我都当厌世仔。巧克力超爱玩那一关的、啊，那就慢慢走啊，慢慢走没有办法啊，干你妈的！我要当厌世仔了，我要当厌世仔，我要乱踩了。他说用摇杆比较好玩啊，真的看人。啊，可惜那个没拿到。真的画面它都那个。对啊，我自己玩起来画面。厌世喽！啊！完了！哇，掉好多层哦。皮蛋，皮蛋正在努力的学习。啊，皮蛋掉到下面去了，皮蛋也掉了，皮蛋啊，星星长掉了。哎、欸，他自己跳下去了，孩子。杰哥加油！屁啦！我在很上面吗？没有，我在水底。哦，你痛！哇，尴尬不掉了。哦，杰克好像蛮上面哦。对，但不是，目前不是最高一层。加油！没，上面那个也要掉下来了。上面一只恐龙要掉下来。掉了，掉了，掉了，恐龙在飞了。杰克加油！好难哦。可以。对，杰克跳过去，去阻止他。嘎掐！赶快走！啊！哇！哇！一路到底！一路到底！哎，剩他们两个哎。哦，所以杰克是第三名哎。嗯。哎，为什么他的名字，他的称号叫咸猪手啊？有那个机器人难忘机，就是那个乱、啊、抓别人啊那一种。哦，下去了吗？没有没有，我有差一点。那、啊、就是这样，可以这样一格一格跳，然后算好那个就可以跳很久啊！哇，太好了，好大猫赢了、啊。对啊，下面那个没有这样子一格一格跳。对啊，这个就要看，这就要看那个上面那个会不会失手、啊。嗯，对啊。哦，哎、欸，那就是这只猫失手，哎呀，失手了，失手了。结果下面那个连续踩了反而赢哎，难忘其实。最后一关输了。好想看能不能玩到那个水果拼盘，哪一个？你说记忆的吗？对的。我跟你，他改版后变超级难的变地狱关卡，真的假的？就是水果拼盘，你已经要记那些水果，然后他到时候会空格空出来嘛？啊、他在中间给你放一根杠杠，嗯，然后就会那随时像那个时针一样在转，所以一堆人挤在一块方块上的时候，你还要跳那个杠杠，好玩、啊，很恐怖。哎、欸，关键变超恐怖，好玩啊！这时候就是要找那种与世无争的那一格，可是你要瞬间找到那一格、啊，而且大部分的人都是先看，大家往那边冲，一起冲，然后就那一格人超多，然后你又还要跳那时针，喵！有凡人鹅 skin 哎、欸，星星茶慢慢走。哇，你相信我切画面吗？不好意思。好，我信你一波。哦，几三小、啊，开门。我知道你在里面啊！开门哦！啊，撞墙了！星星长哦，我不相信你切画面哦！我跳！啊打！
撞错啦，撞错颗，撞错边。哦，到了，到了。那、啊、我抓到的都过。哎、欸，杰瑞、啊，我出去了，我差一点，我那样扑的。你的独角已经插进去了。对，怎么会这样？我的甜筒没用啊。它不代表你的身高。为什么刚刚有一个很像那个飞机广播的声音？那是手指琴吧？嗯。哦。那、啊、怎么又是这个啊？今天都是这个、欸，哎、欸，有那个、欸、大锤锤。他可以把球锤走啊？可以。看运气。我们就是球。好嗨的音乐。红色的可乐罐看起来好好喝哦，红色哎，那是可乐啊。那蓝色是叫百事，占品牌。哇，左右是红，这是红色很给力哦。哇，我顶过去啦！啊，什么蓝色身？哦，你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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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我没怎样。你怎样？你怎样？你怎样？红色的推不出去耶。哦，好像还行哦，稳了吗？还没，蓝色的都在外面，你们的家都在外面。哇哇哇！哇，被锤子锤到了，锤子真的很看运气。感觉可以守住这两颗就有机会了。就是你了。哦，太多人在玩那一颗了。哎、欸，玩有一颗，有一颗，你们有一颗被推了。有杰那个杰克在那边，哦，怼回去了，怼回去了，哦，然后我也想推出去，推过去，推过去，哦，有机会，有机会，啊，可啊，三三，哎、欸，可以，可以，可以，九秒，只要红队、yeah, 过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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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啊，冲啊，冲啊，加秒了，要加秒了，会加死，会加死，不要加死，不要加死，哇，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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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蓝队瞬间弱势，哎，再推一颗怪叫。对对对，保住这个，哦，是有，红色的，哎呦呦呦，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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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加死有加死了，加死加死，哦，对哟，对边球对边球，加死，保住这个，保住保住保住家里的，我们要保住家里的，把他推到黄队也好，红的推黄之类，可以吗？啊，这颗差点点，哦，黄黄队啦，哦，有了有了，不是蓝队，有一颗危险。黄的把他推走，有了有了有了，好好好好好，把黄队掰，好刺激，连续加死，二六，为什么红色饮料看起来都特别好喝？你说那个，比较感觉它是圣诞那种，喝奶昔。就那种圣诞节气氛的那种颜色，砖头。这时候站在最边边，然后抓交替哦。啊！快到时候他把他打出去。我这个鸭子，就那个跟凡人儿合作的。哦，所以它有那个嘎嘎叫。抓人哦，抓人哦，星星常要做坏事喽。星星常要做坏事喽。星星常加油哦，快点快点，来不及了。可以啦，可以啦。谁？哇！等一下，等一下！我走，我那边那边，我被玩出去了。哇！有人从前面掉下去了。哈哈。哦，把鹅推下去，鹅。鹅也是五罐加五罐。
淘汰15人。哦，前面藏。现在剩繁星了吗？对，剩繁星。这个只要前面一跌倒就很刺激哦，一个跌倒就不是最后最后了，最后了，偷拉一个，我就现在乖乖的就好了。喂喂喂，有有有有有有哦，偷好多，哦、一堆人下去，刚刚最后一堆人下去，剩四个人，哇，九个。那应该是拿皇冠，要不然就是尾巴。嗯，应该是尾巴啊。好像转圈圈那个，哦，转圈圈那个也不错，对吧？哦，对耶，那个尾巴好累哦。皇冠哦，我要记得按左键。上次抢出杰克一秒都快气死。我直接我们在私下我直接大骂，嗯，哇，平常，哦，那要等球撞之类的，阿球，完了，有点落后，阿球。球，哇，他们很醉了，可以可以，加油加油加油！这球是怎样？哇，那是鹅，好快，那是鹅，鹅是那个，也是那种五冠王的。哎、欸，有鹅，小心啊！有有有！耶、yeah! yeah! ！换游戏喽！游戏王这时间没有啦。那两只是不是吵架了？然后两个都没抓到，现在对啊，有点像那个感觉，就是没有按左键，有没有？哇，拿到两个皇冠，升级奖励加皇冠，好爽，好爽哦！今天的这个 skin 好酷哦。雷电的是不是？嗯，什么东西？你说雷、今天那个、喔、现实啊、喔？对啊，可以买的服装，好贵哦、喔，7000块，买不起。我刚好看到、喔、他被大力士花野菜的，我的裤子是穿这个。你看，就是要动手动脚啊。脏手收，再一局到两局，差不多。嗯，看能不能碰到一些比较特别的。有一关我就真的很难玩欸。哪一关？地上都是洞，要往前走，然后左右会有东西来敲你那个。地上都是洞。来怎么讲啊？你说那个整个直直一条的那个，那个还好哎、欸，就是他，因为你就算被斧头砍到不会有事，走边边、嗯。好，那这个我就没玩过了，你就是顺着箭头走。咚咚咚咚！
好像有，又好像没，好像有玩过。它是旧关卡。对啊。啊！谁撞到球啦？洗脸啦！哎、欸，它有增加一个球球哎、欸。皮蛋，我来了，皮蛋。小心球哦！皮蛋，我来了，皮蛋。你要脏手手了吗？没有。前面可以脏了，前面可以脏了，我脏起来哦。这不是在最边边的地方，然后一直就抓了就好了，对。啊，总抓你啊，皮蛋！哎呀，我想说要抓一起抓。英文考试最低17分，没事啊，我零分哎，应该是我这辈子英文成绩只有考及格过一次72分，其他都30分以下。英文很难啊，可是还是要认真读啊，真的。不然你以后玩游戏都看不懂，你看像我，我改这改个名字我就看不懂了，Yellow 看得懂而已，跟酷的。他是 code， code， 酷什么音 ？C O O L， 对对 D。哦，鬼抓人，他就是感染。嗯，我知道。好像被感染就没了吗？没有，就是你要去感染其他人，你可以去感染别人。我那边僵尸游戏啊，对，所以要看哪一队比较没有那么多人被感染。你可以过去故意被感染，然后去感染其他人也可以。对吧、啊？你可以先去当鬼，或者是你想办法躲到最后。对，因为到后面通常是剩一两个人那一种。哦，我是彩色的那个那个，你看到对岸黄色冒烟的，不要接近他。黄色冒烟不要接近。对对对。嗯。你冒烟的话，就接近那个没冒烟的就对了。我不抓你啊，怎样来啊？这里不好藏。然后抓人，我抓人。我要抓那种会动的。那种很爱跑的，哇！这你不能抓到一个！哎呀，准备！哎呀，哎呀！白痴，自己人干嘛一直抓我？他看不懂颜色是不是啊？他在干嘛、啊？白痴，去抓黄队啊！我帮你抓，抓！睡好，摇了 ，nice！ 哎，我是唯一的净土了，欸、上面轮盘很多人，啊靠！腰有鬼啊！你小心！你后面有一只哦，小心哦！啊，我哎，皮蛋，快走！啊不行，我被感染了！啊，我被感染了！我不是净土了。是要去找一下。轮盘上面一个，轮盘上面一个。哦，有抓到！哎、欸，掉下来了！有抓到！我看到了，下面一个，那个刚走上去的，那个索尼克，黄色索尼克，下面，在上面，他现在上面，黄色索尼克。哪个上面是哪里？蓝色地盘，看到那个。他在黄色糖葫芦呢，看我的箭头，我在附近，有，他被抓了。我是最后的净土了。我刷好多，哇，好快哦！刷一半。长痘痘了，挤掉。来，奥土四，奥土兽，斗士。哦，斗士哦，哦，攀墙斗士，斗士，奥土斗士。感觉中右那一颗可以跳，直接跳。啊，被人家挡住了，shit。bug 制造机又来喽！啊！
一堆人啊，一堆人，人山人海呀、啊！反一下的，反一下的。啊！忘记扑了。啊！好多人哦。他被推走啊！斯霍尼亚啊！炫，谢喽！啊！快走，快走，快走！太多人了！啊！没抓到！我、哦、到了，我到了！我当水鬼了。谁过不了了？啊！别想过啊！别想过啊！别想过啊！这皮蛋怎么没有跳上去？皮蛋，你到了吗？皮蛋，我帮你推皮蛋。啊！哎呦，我抓到，我抓到了，我到了。可是其实这边的人也不好当。对。剩五个，剩五个，你们赶快过去。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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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过来！我们都走了，好，走了走了走了。啊，这个事情因为差一点点，我差一只，那一只过去了。你这次脚不够长，那也太长了吧？会伸缩的，捅到最远。抢蛋！来恭喜抢蛋！等一下，我们三个人，我们四个人一队，表示其中有一个是那个，其中有一个人不太一样。其中一个人可能是队友淘汰剩一个人了，对吧？有可能。我刚刚看一个蓝色直接摔下去。我拿成星星长蛋了，我拿到了，我拿到了，拿成星星长，金的金的金的。感觉是每一队各有一个蛋啊，嗯，金蛋。哦，炮。爆你妈的！没事没事没事。我看被带飞了。有。不好意思，每次都是你。啊，就刚好哦！哎呀，我糟糕！你在偷蛋吗？我在偷红队的蛋！啊啊！不要抓我！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哇，你把五分的偷出来了！对，我把五分偷出来。哦，快走快走，直接丢下去！你这样算不算吧？啊啊，滚滚滚！没有滚进去，没有滚进去！哎、欸，被蓝队拿走了。啊！从那丢下去没有滚下去，我操！这颗鸡蛋，把它抓住，不要让别人拿走也行。我们分数好高哦。嗯。你就一直搬中间的而已啊，对啊，有人撞了我两次啊。二四六八，感觉是中间滚轮的那个人、欸，嗯，哦，啊、不要嘛，杰克、哦，你还活着吗？杰克，我什么？
没有啊，有啊，我还在啊，我还在啊。等下要撞你啊！讲后跳。别跳了啦！别跳了啦！别这边秀了啦！别跳了啦！蓝色的不要跳了啦！练习一下，练习一下。不是啦，我是说这个蓝色的不要跳了啦。开心心场，我留路给你，我留路给你了。谢谢谢谢。那个蓝色不跳了，他刚才在练，我不让他练。嗯。恐龙。我到最后一层了，欸，没有，还没最后一层，吓死我！皮蛋，小心皮蛋！好难哦，这个恐龙一人一个哦，恐龙一人一个哦。等一下，那一条路，哎，谢谢谢谢谢大哥。队友队友队友，这个骑士队友。哇，哦，我最后一层嘞。哦，我第一个到最后一层哦，那我先把中间给弄满啊，不要跳中间哦。蓝色的不要跳了，蓝色的跟你讲几次了啦。啊！哇，他救回来了，好屌哦！你们两个都在最后一层了。对，我快死了！因为我看到了，我死了，我见证你的死亡。蓝色不要跳了，讲过几次蓝色？哎，欸，是你跟他哎，欸，哦，没有没有，还有一个，哇，还有一个啊，完了，哇，上面还有一只，上面还有一只，对，上面还有一只很安稳，啊，这家死了，真的没了，哎呦哎呦，再来，哦，他很秀哎，欸，他很秀哎，欸，摔死吧，哎呦，可惜尬敲尬敲，啊，完了死了，那红的死了，我有，红的完了，红的完了，红的完了，红的没了，啊，跳这个话，啊，没了，很秀呢。感觉很猛的 skin， 拿不起来。好啦，他们拿到皇冠。宝贝，没关系，我还是有皇冠可以拿，等级的。最后一场啦。为什么是开台越晚越多人啊？嗯，有人关台了，应该是。我看一下哦。嗯。哇，没人了。可以了，过气了，过气了，过气了！哇，要关台了，要关台了，关台关台！我们就这个画面白，呛一下，呛一下才有人。我们就这个画面要人吗？我来喽！这个画面开七分钟哦，这个是算是蛮新的一个关卡。是什么？解释一下。它严格来说应该翻译成巨大风扇，但是因为英文粉丝跟风扇的英文一样，fan。啊，就啊，大概懂了。跳风扇这有点难，我风扇跟着转吗？印象中我只有过一次。哦，他有啊，对，他有三分钟的限制哦。这么远呢，欸？哇哦！所以大概五十六七分的时候，可以不要急吗？哦，好，好急哦。对啊，走中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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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的。冲啊！哎呦，一堆脏手手。哇，风扇越来越小哦！那这风扇太小了吧？哇！啊，完了！啊，一个不小心就会掉下去。
好，少一个哦。哇，那边打架打得好凶哦！哦呦！不要！啊！啊！这棍子！哦，这个棍子真讨厌。回啊，过头了！完了完了完了，阿妹棍子，哎呦喂呀！回，有没棍子敲回来？好笑。回。哦，有人已经达标了。欸，会不会才几关而已，然后就刷掉一堆人啊？有啊，刚开始这个关卡出的时候刷掉蛮多人，因为它有时间限制，然后又不写出来。哦，他现在到现在还是没有血，就五七分，他快了。你看要不要去前面上手？我再退过来。猫乐加油！谁是猫乐啦？那怎么跳过去？叫哈喵。你努力了，我努力了，完了完了，时间好像要到了。哎哎，哇！我要猜这只猴子是不是会？脚太长了，我这一关是心魔，真的假的？我们第九个到吧？加油！加油！不要冲啊！哇，快有快有快有！应该还有应该还有加油加油！不是不是，怕红包直接跑跑步！好，够了够了够了！有了有了有了！你知道我在看到五十七，突破了你的心魔！这关好难哦，应该快结束了。啊，结束！对，差的是五十七分。哇，第一关就淘汰三十个，我两个跳了。每天都不影响多少新闻？追尾巴，尾巴团队尾巴。哎呀，我不准时关台。准时关台，你说这一场就挂掉了。这场输了就准时关台啊，对吧、啊？我没有尾巴，我没有尾巴，我尾巴我要去抢旁边绿队，好很少看到绿队、啊、当间谍啊！这是猴子，好绿色来了，绿色来了，绿色！呜呜呜！嘿！不要啦！伸手手啊！你这个伸手手，手 手不准招！我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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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你是有尾巴的啊？有尾巴的不要互相吓人嘛！真的是。啊！我被揍了。你抓一下那个尾巴的，我过去抓，我过去抓他。很会绕哎。快走，小马！小马！啊！小马，你快走！小马，你快走！不要跳，小马！有了，有了，赢了，赢了，赢了！有有有！我看不用准时关台了。嘟嘟嘟嘟！
集体假装输掉吗？哎呀，怎么输啦？哎呀，你都抢走了耶！哦，就是会有一堆。他右下角有一个锤子哦，在起点地方，那可以看运气，很难，超难。直接到公众美吗？好，抽了，接近终点，很难，那个真的很难。右下角哪里呀、啊？右下，你下，待会掉下去。看到了，冲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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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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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哎、欸，不是直接河边、欸、啊，直接消失去哪里？哎、欸，大家都去那边是不是？就第一开始会想赌。呜，蓝莓。呜，草莓。哦，晕，哎、欸，晕的是直接下去了、哦。以前不是这样啊。哎、欸，现在怎么就蓝莓跟草莓没有其他水果、啊？没有没有，那个这。那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有时候会，我有遇过，全部都是西瓜跟那个香蕉的。哇，那草莓看起来好吃哦。哎、欸，这次的飞关的感觉上就是，好还可以哎、欸，我差点被送回家。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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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三个，不是，哇，你被送回家了，你被木邦送回家了，我觉得非常的难过。Q Q， 谁过了、哦？他淘汰好多人哦，就秒他们过。对啊，我刚刚被一根木棒挡到。QQ 直接送回家啊！好想玩那个记忆拼盘哦。对啊，怎么还没有啊？那个我只有玩过一次。怎么抢？哎、欸，旧的抢单。是另外这个旧版的抢单，跟它不一样吧？旧的、啊，对，旧版的是旧版的，是旧版的，比较小。或者有哎，棒槌。可包总他感觉很。三角锥哦，哇，好可惜哦！如果进来的话，就是我们四个人一队。对啊，干嘛啦？都是你，烦死啦！每次都是你。金蛋，金蛋，金蛋。普通蛋你也要？我们两颗金蛋，我们两颗金蛋。我要加一手，我要三颗金蛋。感觉现在只要去蓝队家，把蓝队的东西给挖空就可以了。嗯。我要加一手一下，你们拿，就是去蓝队把他、欸。有一个是那个传送门的那个的机器人，好可爱。我要当间谍金蛋。有人拿我们金蛋。等一下，蓝队你慢慢拿啦，等一下。我要当间谍金蛋啊！走光了，哒哒哒哒哒哒。我跟那个机器人一人收一个金蛋，啊，上不去。哦，四十几秒。我怎么爬上来？我去，这个好笑。间谍金蛋来了，我卡住了。哇，红队直接拿蛋 K 我头，拿蛋 K 头。蓝队加油！我们合作。谢啦谢啦，红队。你们在环抱那个蓝色？对，我在玩那个蓝色，都快笑死。我把蛋丢好高哦。他什么都不能做。哦，十秒。蓝队应该已经放弃了。不行，你看这个蓝色在守他，笑死了。欸、你们有刚刚 有一个红队很会丢蓝队的蛋出来，他在里面丢出来是，他就一直从蓝队那边丢出蛋出来、啊，哇，好猛！所以蓝队的蛋才超少。叮咚，最后了。哦，就只会玩地关啊，八个人啊，哦，八个也有其他人就可以玩啊，可以讲皇冠啊，你们一人抓一只好了，好啊，好啊，好好，火头来了，火头，抓，
抓，抓不到，抓，很难抓、欸，被捕抓，因为你抓速度会变慢，真的、啊，那可以举着手一直跳吗？没有，举着手就是会变慢啊，你举着手，对啊，举着手跳啊，啊，完蛋，在下面了。哎，完了，完了！为什么这样？在跟 Portal 尬架，我尬输了，我直直往下跳。你赢了、啊，你速度比他快。刚跟杰瑞一起守蛋的那个人，他现在才在第二层而已。胖子，来啊，来尬、啊！不要跑啊！可以自己下去。哎呦呦，他下来，他下来。困难游戏吧？啊，好难了啊！完了！我要贪心踩两个。哎、欸，我喊你下去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是我自己下去的。不是不是。啊，臭胖子来啊！单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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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像机器人真好会跳、哦，好会跳，他在很上面。我不敢，我早上不练了。哦，我怎么觉得这个绿的看起来有点像是？哎、欸，对，这个绿的就是刚刚那个冠军哎、欸。你好，你好，慢慢来，慢慢来，一个人。就刚刚的那个冠军，上一场。好陡、哦，加油！机、啊、器人个人，一个跳，跳。哦，有有有。哦，那个冠军不行了吗？啊，冠军掉了！哎、欸，冠军掉了，冠军掉了。可是上面的机器人好稳哦。对，机器人上面它平台还有很大一块。它平台。等一下，没了，没了，我没弄了。好可惜哦，杰克。啊，四十等玩家。长豆英灵哦，嗯，那个动作是40等的哦，那就是大是大佬，大佬啊！哎，我还拿皇冠，装备结束啦，结束啦，休息啦，休息啦，新手上场，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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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今天是因为那个哈记团团跟云月他们去吃饭，那小雨去出去玩，所以今天阿米狗就是这四个人。好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吃到一只鸡很开心啊，是很意外啦。好啦，感谢各位收看啦，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啦，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广告，关台关。